上一集两位竹内大叔经历了一次难忘的人在囧途，我们发现主人公的旅行足迹堪比出差狂人亮叔。我刚才看你有那个好多那个高铁票，我放在哪儿？哦，应该这个吧，这个啊，这个高铁票，这个高铁票，哇，死给！去哪儿？我也不知道。上海、淄博、济南、南京、溧阳，这个基本上都是一看带熊猫的直播。死给丹东、沈阳，去丹东干嘛呀？当时就是要看那个北朝鲜亲眼看，还有那里的草莓很好吃。真的输了，关键是我的票没有留下来，对，都是报销嘛。以后可能没机会了，现在这样的票很少。为了规划自己的行程，粉色大叔每个月都会做一件固定的事。为什么星期日、星期二、星期五为什么有红色？星期一、三、四为什么蓝色呢？蓝色是有课的意思是吧？对，一周三天上课，好羡慕。一个月只上九天哎。哎呀，这过分了。有国庆节。要说非得让你什么天，在群里面你看一下。他让我提醒你，他说你不回答消息。哇、哦、，school 哟，挺好的，不用改，结束了，我的审片结束了，我也完成一下，结束了，你看多简单，哎、哦，我自己的，我的日历，解释一下。蓝色的是工作日，粉色的是休息日，就这么简单。两个竹内不一样的作息。对，虽然是同一个竹内，有这么多差别吗？你有这么多的休息，会不会觉得焦虑吗？怎么说呢？因为日本人喜欢工作嘛。这个是我跟你讲啊，我是那个讨厌工作才跑过来中国的。同是竹内不同命，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粉色大叔，有着怎样独特的故事呢？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经常到处旅游的粉色大叔，却有着一份持续了15年的工作。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今日もとても暑いですけれど、今秋になりました。日本ではよく何々の秋というのをこの季節になると言います。ジョーさん、秋といったらあなた何を思い浮かべますか？何の花ですか？赤い花。赤い花很多。グイホはこの前ね話しましたね、あの金木犀。ね、金木犀。私今日も朝学院の下で金木犀が綺麗に咲いていましたから金木犀と写真撮ってきました。で、皆さん、あなたどこですか？秋どこか行きたいところ。公園。どこの公園ですか？うちのそば。みんなうちに帰りたい。当然是是，当然是主要是教书的，但是还可以有时间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可以做，而且那个教书也是感觉越来越
有意思了。没想到上课的时间也是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那过的开心的开心的时间。我所以我特别讨厌那个严格的那种上课的。工资多少钱？这个比日本的高中毕业生还便宜。我的性格的话，收入太多也不行。我以前在日本，就是那个泡沫那个时候，奖金很多，但是我拿到了奖金就全部花掉，所以现在能够生活就行了，差不多就可以了。上世纪90年代，粉色大叔在中国旅游期间，对中国产生了兴趣。2000年，他来到吉林，一边当滑雪教练，一边学中文。一次偶然的机会，成为了当地一所大学的日语教师。李老师带我们去哪里？袖珍面馆，一番有名的。长安最贵不最最火的一个店吗？对。是不是这个了？这个。哦，外面有多坐子。排队。好吃，真的挺好吃。不是真的，是为什么？因为你是那个竹内老师的学生吗？对，他是什么样的老师？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特别喜欢他，因为他上课很有趣。是吗？现在作为同事，工作很认真。对于外国人教师来说，我们教的一些，比如说期末要交批改试卷，要交一些材料，非常粗暴开，然后又很复杂，但他都可以。是吗？他是日本人，感觉做的事情很细，是吧？对。我给你准备了一个酒。哦，お疲れ様でございます。お疲れ様です。我在家听吧。美味しい。日本の味です。日本の味ですね、これ本当に。谢谢。おお、谢谢。おお、よ、おお、よ。还有一只番茄炒蛋。免费吗？免费的。啊，真的免费。我跟他说有没有什么下酒菜，他说没有，那随便做吧。做了，没想到こういうとこいいですよ。日本じゃありえないですよ。逆にその日本で教育やってみる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は考えなかった。これも言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私高校大学の時に将来一番やりたくない職業が教師でしたので、それ言ってない言ってない言ってないですか？言ってない。自分たちの年代ってやっぱり教師と学生ってすごいぶつかってた時期だったから、それでうわー何になりたくない。先行なんかなるかい。そうなんか上の仕事差不多じゃん。木花道嘛，自己好的混混都有。就这种。就你现在。哦，对老师也是这样的，辛苦呀，对对对，老师今天怎么样？老师喝酒吧，真的。我们的年代是毕业典礼结束以后就打，整个老师就是啪啪啪啪，这样的。我竹林打了吗？竹林，因为上学的时候直接打的话会被退学嘛。所以就是毕业的那一天，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就不打了。哦，没得。很多就是那个老师，我们要感谢的老师，麻烦一下过来一下。老师，谢谢。哈哈哈对啊，为什么你当老师呢？因为中国不一样，中国不会被打。今がだから自分にとってすごい理想の生活を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基本的には自分の。思っているような生活はできてると思います。その仕事でも成功してなんかもっと大きいことやりたいとかそういうのも別にない。まあなかったらなかったでなんとかなるだろうみたいな感じでなかったらあるお金でまあ楽しめばいいみたいな感じでずっとやってきたものですから。自分のやりたいことって何なんですか？何ですか？パンダスだ。まあ別にやりたいことってそんな大きいものはないんですけど、要は私ただ。
単純に言ったら毎日楽しく一日次の日のことってもうわから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うん、今日も好きなお酒飲んでこれでもこれで、 それでもうそれで、OK、これで十分ですよ。そんな大きい夢はないですね。ここですか。これこれここです。そうです。これこれです。超いいじゃん。我来中国20年、现在的房间是应该最好最好的新比较新的吧。对，哦，好大啊，这个四室一厅两个人中间一个人，好大。节目组在竹内老师家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物品。这个东西自己拿过来的话可以少一块钱，所以每次用这个下去了。就现在他的工作只有这个东西，没有别的。为了拿水，为了省一块钱，自己拿过来。特别会省钱的人，不，这个也是相当于。你现在要学那个粤语吗？我一直学的，一直在学，一直这个也是。啊，我日本的，日本的，日本的。大家要最近名称多多多最高，成都多最高。我红心光嘛，红会英雄啊，红会风光光英雄啊，我会火啊，你都会英雄，你在哈黑，怎么样？说粤语的感觉。说的特别好，是吧？特别棒，广东人都听不懂。这个发音，那个用那个片假名也是那个比较容易跟那个香港人交流，是吧？嗯，这个是我专门画画的。哇，すげえ！なんじゃこりゃ？这个我自己画画的地方。竹内滑雪花院。画院。哈哈，全是粉红色的。在中国过着自由自在生活的竹内老师，没想到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啊，初代，对，初代是啊，ヤス。竹内ジョーって言われた。ジョー、医生、医学生，我有薬剤師，药师。药剂师，对，药剂师，就几百年前，四百年前，哇！我上次讲过没有？我爸爸啊、弟弟、妹妹三个人的学费，没有我一个人多。他们都是那个名古屋大学医学，因为都是医生。哦，学霸医生，然后我是唯一的文科的。但是你的名字有他的。最第一代初代的，大家都希望你当医生，是吧？啊，希望让他当医生，结果是这个样子。没有，应该这边有我的名字啊，找到了。じゃあ、ヤスハル。こんなでも有名な家に生まれてプレッシャー大きくなかったですか？おじいさんやおじさんがいた時はね。あれでしたけど、逆にそこまで言う人がいませんでしたので、うちのおふくろは逆なんですよ。お母さんはあなたが普通にしてるのが一番嬉しいって言われてたくらいだから、もうなんか普通ですか？普通じゃないですね。喜欢粤语、喜欢绘画的竹内老师，还有另一个爱好。那我们以外没客人，有点可怕，好尴尬。为什么要来 KTV 呢？啊，就是我喜欢唱歌。你喜欢唱歌是吧？现在是那个一个人唱多一点那个，哦、所以啊、一个人来这儿，基本上一个人。一个人来干嘛？因为一个人大概包了两个小时，就唱的差不多了。哦，没有人听的话，没有那种感觉。就唱歌就开心，而且自己就。舒服啊、哦，自己开心，自己唱歌，哦、因为我没有一个人来过 KTV， 好像啊。
现场听过那个林峰这个他唱的这首歌，我感觉很好，所以我喜欢。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的欢笑，真可惜已属于你。I miss you, I miss you。竹内老师唱得欢快，而在包厢外面的亮叔却……这个您自己绣的？是啊。哇，厉害！那你不需要学习啊，你已经达到这个了。たくさんの人にあなた一人でいて寂しくないのって言われるんですけど、外出てきて知らない人と話したり、あとまあ動物と遊んだりしてるもんで、全然そういう感じはしない。結構シンプルななんていうか生活が好きなんですね。そうそうですね。あんまりその深く考えないっていうか、もともとあんまり考えないタイプだもんですから、まあシンプルな生き方で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最近みんないろんなこと考えすぎてるから。なんかそうですね、自殺する人も多いし、ちょっと最近多すぎますね。毎日ヤフーニュース見るのが怖いですよ、ね、日本の芸能人いっぱい死んでますもんね。死んでもう本当に竹内優子も死んでたし、ね、あれ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よ。みんな考えすぎなんですかね、現代人。多分そうなんでしょうね。じゃあ最後の質問、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在中国就可以天天快乐，就这样。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后边的事情是到时候再说，对。没有打算回日本。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回去。但是我死了以后，我的骨灰是要我还是给父母一起。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他的骨灰啊，这是骨灰吗？他的骨灰。竹内花雪是他的名字。所以很多学生啊，很多人说花雪爸爸。爷爷。叔叔，你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穿粉红的？这样的是经常被小朋友提问题。啊，戏院里面我们没有拍过。我们在 YouTube 新开设了会员频道，打开和之梦官方频道主页，点击加入，每月仅需290日元，即可享受我住会员加长版视频以及专属福利。快来加入吧！